朋友。Yeah.
希望在座的各位来宾能够跟我们一起动起来，跳起来。掌声再给他来一下好吗？我叫韶杰。大家晚安。大家晚安。我们今天的来宾有，好，首先呢就先来欢迎今天与会的所有的贵宾们。首先要介绍的是我们万金村的村长潘安雄先生，大家掌声鼓励一下，欢迎。接下来是万金发展协会的总干事潘玉仁先生，接下来是我们赤山村的村民代表潘美燕小姐，欢迎欢迎我们的代表。接下来是村民代表主席潘进丁先生，欢迎我们的主席。接下来是我们万峦乡的秘书陈建竹先生，欢迎我们的陈秘书来到现场。接下来是我们的县议员洪明江的特助潘小杰小姐，欢迎我们洪明江议员的特助，我们的小杰。以上欢迎各位来宾的参与，我们再次给他们热烈的掌声好不好？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教会大家长我们的李神父，谢谢谢谢。他旁边还有一位身材也是蛮魁梧的啦，他这一位也是我们万金圣母圣殿我们传协会我们的主席潘新龙先生，感谢主席，欢迎主席。他身材比我魁梧啊，帅
帅气啦。那好，没关系，那我们现在我们节目还是要一样的继续来进行哈。那接下来我们也是一样要来欢迎我们的主日学的打棍队。那什么叫打棍队呢？我在这边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打棍队那最初是由我们大陆厦门那边引荐过来的。那我们打棍队它到底在打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打棍队它主要它是有大官或者是我们有庆典的时候，他们就会以这种打棍的方式来欢迎来庆祝这个庆典的开始。那我们也是来欢迎我们的打棍队来带来我们精彩的表演。还没准备好是吗？那我先来唱一首歌好了。还没准备好啊？听过老师已经在赚钱了呢。不要把我的主题曲弹出来，不要。那我们小朋友好了吗？那好了，我们就来欣赏我们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打棍表演，我们掌声鼓励。掌声再次谢谢我们的主日学小朋友。来到现场的一些我们的来宾应该都没看过这种表演，什么是打棍队吧？哈，都没看过。
很新奇哦，很可爱的小朋友。哎，是。好，接下来呢，就是要来到进入到我们今天活动的重点的部分。那在这个点灯仪式开始之前呢，我们要来隆重的先聆听一段福音。那有请我们的李汉明神父来供读，为我们供读这一篇福音。那我们现场我们就保持安静哈。我们再次的邀请我们最帅的我们的本堂神父李神父上台。好，主内兄弟姊妹，咱这是共听一篇圣经，共听约望福音第一章。在起初就圣言，圣言甲天主同在，圣言就是天主，圣言在起初就甲天主同在，万物是借着伊而造成的，凡受造的，无一项毋是借着伊而造成的。在以来有生命，这个生命是人类的光，光在黑暗中照耀，黑暗绝对不能胜过伊。卖有一个人名叫约翰，是由天主派遣来的，伊来是为作证，为甲光作证，为使证人借着伊而相信。伊毋是迄道光，只是为甲迄个光作证，迄个普照每一个人的真光，正进入伫即个世界。伊原来已经到伫即个世界上，因为世界本来是借着伊而造成的。也毋过，人竟然毋捌伊，伊来到家己的所在，家己的人却无接受伊。毋过，遐接受伊的，就是遐相信伊名号的人，伊就赐予因权利，成为天主的子女。这个人的出世，毋是由血气，也毋是由肉欲，也是男欲，而是由天主生。就安尼，圣言成了人，住伫咱中间，阮看过伊的光荣，就是按父来独生子的光荣。充满恩宠甲真理，上主的圣言。阿弥陀佛，请神父，有请神父继续为我们正道及致辞。可敬的各位贵宾，咱有足侪啊，咱的乡长、村长、理事长，甲咱的毕业主席、甲代表，甲咱主内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会关吧？会吼。我看遐小朋友应该拢袂寒咧，因为小朋友只有三道火哈，所以应该是袂寒。遐少年人嘛充满热情，嘛袂寒。啊，老人会寒无？应该袂啦，老爸老空空，老皮袂过风，所以可能袂哈。我想伫今仔日即款的天气，为咱来讲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哈。天主嘛借着即款的时阵，予咱伫遮点2022年。会点点会仪式，咱知影这个天气上介好的是创啥物？啊，食火锅上好。当时咱若去一个所在哈，大家一组做伙食火锅，真正是一个迄落袂歹的享受。咱刚知影有一款火锅，嘛是足侪人爱食，啥物？麻辣火锅哈，捌食过麻辣火锅无？慢下，哎啦，无人食过啊，所以阮迄个会长主席哈，请大家食哈。麻辣火锅介好食，毋过咱要想讲的哈，食火锅的过程内底，特别是麻辣火锅哈，可能有人食到足欢喜哈，毋过食上侪安怎？闹屎哈？为虾米啊？为虾米食到会腹肚痛，食到会闹屎？因为伊有含一款叫做麻药哈，麻辣火锅伊就是香麻药，不过还袂伤身体，只是食伤侪，可能腹肚会袂适应，所以食了伤过侪，本来是要享受，本来是要快乐，
严格背下咧，变作宅男哈，变作宅男。咱可能伫只即个代志，咱嘛使做一个小小的反省。伫咱人的生活内底，咱来到即个世界，其实每一个人拢咧追求家己的幸福，追求家己生命的成就。不过伫即个过程内底，可能人追求的到上界尾啊，并毋是享受，并毋是真正的幸福，并无法度带予人也是家己快乐。这是真正是一个问题甲挑战。因为很多人他行的和过的是自己想要爱的生活，他可能没想很多，当人没想到很多的时候，可能人的生活方式、人的方向和目标就会一直偏去，一直偏去。但是我们今天要点灯，为什么要点灯啊？这是光明灯吗？啊，平安灯还是长寿，还是为要考试读书，还是工作好较好诶？敢是？毋是哈，毋是。头拄神父读诶这篇福音内底，甲咱伊提出讲，圣言是人类诶生命，伫即个生命内底是有天主诶光，天主诶光进入即个世界，是要光照咱生命中诶黑暗。天主愿意接着耶稣基督诶降生，带予人真正的生命，这个真正的生命，接着天主圣言的降生。福音第一句话就讲：伫起初就有圣言，圣言就是天主，天主甲圣言是做伙，所以圣言是天主。天主要接着天主的话，甲咱提醒，伊的话是要引导咱人生的目标、人生的路途。特别伊要带予咱真正的光明甲温暖，这为所有人类来讲，为每一个人伫悲伤当中、伫痛苦当中、伫苦难当中，真正是一件重要的代志。因为咱每一个人的路途，拢需要这个光明来照耀，这个光明来予咱信念甲温暖。阮今仔日万金圣母圣殿用这个点灯的主题，是要予大家提醒，咱需要过一个有希望、有爱的旅途。我想每一个人拢要创造伊家己的幸福、甲美满的生活。不过，神父愿意提醒，这个美满的生活甲方向，咱真正爱带予所有人拢有一个愿望。咱在世间顶，也是台湾这个土地，可能有足侪人，搁生活伫一个无五万的环境内底，咱可能拢需要别人的引导，同款有一挂人嘛需要咱的引导。咱需要过一个真正有五万的生活，这个有五万的生活包括爱的祝福。今年教宗甲咱提醒，咱要过一个真正的圣诞节。什么意思？叫做真正的圣诞节？有这样写圣诞节，过的是商业的圣诞节，到老日的圣诞节，伊带予人的只是表面的快乐。所以教宗甲咱提醒，爱过一个真正的圣诞节，意思是，咱真正爱知影圣诞节庆祝庆典的目的，是为着庆祝耶稣的诞生，庆祝耶稣来到这个世间顶，要带领咱走向永生的盼望。伊愿意予咱有一个真正的希望，伊要带予咱按天主来的爱，这个爱甲希望的路途，咱愿意接着主耶稣基督的引导，予咱达到这个目标。这个信仰团体，这个圣母圣殿，这个点灯的仪式，神父嘛直接愿意祝福所有大小朋友，这个天主的爱，这个圣母妈妈的带导甲引导，予咱的生命真正有盼望、有平安、有希望、有真正的爱。就天主降予咱，天主保佑。我们谢谢李神父为我们的致的词。谢谢，谢谢李神父。刚才我在台下哈，有来宾在问我说：“那这次的希望与爱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我来这边跟大家解释一下。这次的我们这次的主题“希望与爱的旅途”哈，是由我们的天主为我们万金带来的希望。那这个爱呢？
是我们的天主他所教导我们的爱，这个爱对我们天主教是很重要的。那这个旅途呢，是他在万军，我们万军这边哈，已经在这边行他的爱，行他的福传，已经161周年了，在我们万军，你们所看到这一间已经161周年了。说到这边，应该会有掌声才对。谢谢大家，谢谢大家。那在这边，我们请我们工作人员把我们的灯先抬上来，好吗？那我们先邀请我们的与会，我们这边我们的贵宾上台来开始准备，我们待会要来点亮我们今年的2022年万金圣母圣殿希望与爱的旅途，我们的圣诞季的灯点灯活动。好，那我们请我们的贵宾上来台上好吗？陈副主席、村长、总干事，我们邀请村长、主席，还有我们的神父，还有我们的陈秘书，还有我们特助小杰，还有我们的传协主席上台。待会啊，大家看到灯一亮的时候，这些灯饰都是由我们圣殿里面的一些工作人员一点一滴自己制作出来，绝对没有叫外面来做，绝对没有花钱去那个，都是他们自己做出来的。大家待会再来欣赏一下这些灯饰。那我们工作人员准备一下哦。好，那我们工作人员就位之后，我们在这边要来倒数10秒，大家一起大声喊哦，请咱传长吼，来甲咱好言几句啊吼。来欢迎咱传长。啊，李神父代表主席，啊，李院代表，啊，以及咱传协会主席，啊，咱万金社区理事长，啊，以及咱啊安议员的助理吼，小姐，小姐。以及咱主内底兄弟姊妹，以及来自外地啊一挂好朋友，大家安安，大家好。因啊，明仔点灯，就代表讲咱一个迎接
咱这个圣诞季的开始啊吼。今仔日就是咱万金2022年的圣诞季，即摆点灯啊吼，已经开诶，咱来迎接这个圣诞季。其实吼，那十二月讲起来吼，是一个介欢乐的月啦，的月份。每一个所在也拢有伫咧点这个这个圣诞灯，也拢伫咧迎接这个圣诞节。包括吼，卖讲咱民间团体，卖讲阮宗教团体，而且佫含一寡政府单位，拢有伫咧举办这个十二月咧迎接这个圣诞节。圣诞节伫万金来讲吼，是一个很隆重一个节日，因为阮伫办圣诞节。阮遮有两个足大足好的特色，甲一般外口吼，伫咧办的圣诞节无同款。阮遮有两个特色，第一就是讲，阮遮有虔诚的教友吼，也拢伫阮的教堂的头前迄个围墙内底，也伫遐摆一挂创意的迄个马槽。这就是咧纪念讲2000年前耶稣诞生伫这个马槽内底。这拢有创意的吼，这是阮万金圣诞节第一个特色的伫遮。第二个呢，阮遮到这个圣诞夜的时阵，平安夜吼，阮伫就讲后礼拜拜六吼，圣诞夜的7:30，阮有一个很隆重、很温馨一个迎接圣婴吼这个活动这个活动吼咱遮。我希望咱这个外地朋友，也是讲咱这个教友吼，大家拢总会当来参与。哦，这是一个真好、真温馨，而且圣诞节内底一个上介好的活动。也伫遮，我报告予咱遮大家知影。希望咱的教友大家拢总会带人来参与啦吼。也提起概念，我希望讲咱遮咱遮的主台的兄弟姊妹，也是讲外口吼，咱这来自外地的好朋友，大家衫爱穿好少，爱保暖吼，也忙出来佚佗啊，佚佗到过等于个流鼻水感冒，你都唔好啦吼。也最后，我伫这伫这个圣诞节内底，我祝福大家平安喜乐，感谢大家，谢谢多谢。感谢，咱今来邀请咱万金。社区发展协会，咱理事长要起来美言两句吗？来，我们欢迎我们的潘理事长潘玉仁。李神父，哦，传习会会长，啊，还有咱的议员的助理吼小杰，个咱代表主席，啊，还有船长吼。啊，搁在座咱家己村民，大家暗暝大家好。我知阿信今仔特别点我起来，甲我考试。我听吼，就是咱万金这个过程吼，从咱十二月开始，拢是咱上加特别的祝福的日子啦。阮即马社区吼，买应应着这个希望与爱的旅途。拜吼，社区秉持着这个期待的信念，我嘛这个路来如何安尼？谢谢。感谢简洁有力，跟我的人同款。来，所以我要来邀请咱的乡民代表会，咱的主席黄金鼎，南无声过来。谢谢两位辛苦主持人帅哥美女了哈我们在座的我们李行路，我们团结会会长哈洪敏章的助理，还有我们万千的潘村长，还有我们社区局长，因为我们的潘美代表呢刚才有他家里有事哈他先走了，还有咱七所万金加建海加乡亲是吧？大家阿妈大家好，谢谢今天非常欢喜。来参加咱万金2020年呢每年的圣诞节点灯呢谈多啊，咱的李师傅啊，跟咱讲哦，谈多啊，咱的小朋友目标呢非常现在
啊，每年到这圣诞点灯呢，会使讲一个咱万金赤山一个大喜事啦，会使讲全国拢知影。所以啊，今日点灯仪式呢，就是正式圣诞节开始。我希望啊，咱的啊乡亲呢、乡民呢，在这段期间的圣诞节呢，真济咱乡全国的来遮啊参加咱圣诞节呢，希望咱村民呢来为你为了笑容呢来个欢迎啊，会当代表咱万万乡咱乡亲非常温暖啊，贵宾啊等于会感觉咱万万乡啊这圣诞节办了非常成功，予人印象真好，所以。今仔日啊，圣诞节点灯咧，上尽咱乡亲士大拢抱着欢喜的心情啊来参加。我希望咱圣诞节咧啊，会使讲啊，不管归咱161年啊，这个游行咧，会使讲全国拢有在看。我希望咱的圣诞咧啊，咱教育会使讲，予咱全国拢知影啊，真有名。希望今仔日以后，咱旅游客会愈来愈侪啦。来，咱来万金圣堂来参访。啊，今仔点灯仪式诶，我希望咱大家在个心用热心诶，我一定非常成功。最后呢，啊，祝咱诶乡亲士大，咱诶贵宾，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感谢大家，谢谢，感谢，谢谢。谢谢代表。谢谢咱诶主席吼，咱向代表咱主席吼，感谢，感谢。而且吼，我拄啊对台顶只看落吼，我看大家拢走去看咱的灯饰啊，可能做了真正足水的呢吼，拢无人要徛在舞台头前，可能是做无介很倒。可能咱无介吸引人呐、啊。啊，不过吼，大家真的不要请留步，我们等一下还有精彩的表演，由我们的青年会的学青们呢，他们会带来两首的热舞，然后请大家稍作。稍坐一下，然后我们等一下还会有精彩的表演。行行行，接下来我还要来邀请我们的乡公所，我们的陈秘书，陈秘书上来欢迎，欢迎陈秘书。我们的教堂的李神父。还有我们的潘主席，还有我们的那个乡民代表会的潘主席，然后还有议员、理事长，还有我们在地的乡亲跟外地来的朋友，大家好。今天呢，很荣幸呢，能邀请我们公所这边呢，与会来参加这个点灯仪式哦，这也是我第一次来万金参加这个。那个典礼我感到非常的感动跟光荣。那我这边代表公所这边呢，也跟各位来致意哈。那我们这万金教堂有161年的历史哈，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个建制的过程哈。那也在全国的这个天主教里面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哈。那今天的点灯仪式也宣告我们今年度的这个圣诞的仪式正式开始。那也欢迎各位能够在这个圣诞的这个假期里面来参与我们各项的这个活动。那以上我们就祝这个活动能够成功圆满，谢谢。谢谢陈秘书。那接下来我也邀请的是我们屏东县议员，我们洪明江议员，我们的特助潘小杰小姐。那洪明江议员也为我们的圣殿感谢李神父，还有我们方修女，还有我们主席代表会主席、传协会主席，以及公所社区的理事长，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来我们万金朝圣的好朋友们，大家晚安，大家好。感谢教堂的邀请，我是潘小杰，我嘛是万金人，好，我嘛是天主教徒。那我以前小孩的时候，我最期待的就是每一年的迎接耶稣的诞生。那在这几年来，我看到县政府他挹注了非常多的资源，来创造了这个万金圣诞季。那不仅呢，让全台湾的人能够来我们万金朝圣，那也促进了我们在地周边的地方活络。那未来期待我们洪明江议员，我们这个团队会继续在为万金发声，监督我们县政府，
让更多的资源能够投入我们万金。那最后祝福大家，谢谢，我们万金加油，我们一起加油，谢谢天主保佑。谢谢我们的特助，录来录个恭维。来说来了哈，那没来邀请咱的，邀请咱的万金圣母圣殿咱的传协主席，我们潘协也是我们的当代的帅哥之一哈，上来了。各位来宾，各位贵宾，我客气的李新夫、黄修女，还有我们孙老师，那个咱香港所有秘书，咱代表主席进殿下，哦，咱免休假都啊走呀吼，啊，迄个咱安雄，咱的大卡长和咱的船长，啊，个咱小杰，大家好，会紧张啦。啊！大家话拢讲了，但是我来就是要感谢，吼、哦。因为呢，这个我这个就是要感谢阮李新妇、方小女，吼、哦，啊，带了阮团协会，啊，佮所有的先辈，咱的教友拢总共同来布置，吼、哦，这一点，吼、哦，拢阮共同家己各先辈啊，你布置，啊，佮一挂兄弟姊妹，吼，足认真，我伫遮吼，感谢。真正感谢，哦，啊，我嘛该感谢咱管府、咱香港所以及咱代表会，啊，咱船长、咱理事长，哦，啊，搁咱车上的船长、船，因拢来咱帮忙。而且人咧讲，谦卑、谦卑再谦卑，啊，我要各位讲，感谢、感谢、搁感谢。最后，祝各位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哈利路亚！对啦，这个是阮主席的个性，见好就收。啊，无伊等下佫继续出来，讲唔着，唔是谦卑嘞，是一瓶一瓶再一瓶。哈哈哈！我那是要啉两杯，我拢会去找阮主席啊。好，来，我们在这边吼，再一次的跟大家预告一下吼，我们的圣诞季点灯开始之后，我们一连串都会有一些表演啊，安排一些表演啊，欢迎大家吼，这些来宾们可以上我们万金圣母圣殿的官网，或者是 FB 那边来查询表演的时间，也欢迎大家的到来。那在这边，我们再一次的要来欣赏我们的。万金圣母圣殿，我们的学生青年会带来一些热舞的表演，我们来欢迎，热情掌声欢迎我们的学青，欢迎学生青年会。很近攻，不尖叫声噶，跑花香哈，你们先来听。如果觉得精彩的，我们可以用热情的掌声来为他们鼓掌一下。这是我们万金圣母圣殿最有活力、最热情的一群青年。Burn up the dance, bu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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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p the dance
人发安可的免发，啊，我椅啊都坐了，你跳索要落呀？安可安可。啊，我们有没有准备安可曲呢？有哈、哦。我就说刚刚在彩排的时候，他们说他们人员一个请假，叫我上来跟他们一起跳。啊，他说他们限制就是20岁，我刚好多1岁。来，我们再一次用掌声，我们再一次的欢迎我们的学生青年，再来为我们带来这一首安可曲，好吗？哦，你讲个等一下啦，哦，等一下。啊，不过真日落雨啊，要出来压雨嘛，感冒。等下就会出一个我身体怎么样个？等下会感冒呢。不是呀。那在这等待的时间，在这边还是一样再邀请一下哈，我们这边哈，我们圣殿哈，真的哦。从外面哈请了很多表演的工作者哈，这边我们陆陆续续都会有表演一些很精彩的节目，然后就是也是在这边再次的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圣殿来走走，来祈祷也是可以哈，来看看我们的表演，多谢谢。我看他等待有点久，我看小姐我们两个先上来跳个舞好了。你有准备吗？这可是我舞技很差呢。你有没有准备呢？没有啦。再没有啊，赶快下来。他刚才跟我比 OK， 现在又说等一下了。我看我们是一定要没有啦。我跟你讲，他说 OK 好是说30啊，30，结果我们以为是 OK 啦，就是安尼啦，无法度。好啦吼，我先接啦吼，心理准备好了没？好，那我们再次热情的掌声欢迎我们的学生青年，欢迎我们的学生青年会带来这一首安可曲。安可。加油！会唱的人可以一起唱哈，想必这个开口一下去，大家就知道是什么歌了啦哈。来，会唱的一起唱起来，哎。你讲连这条本来是卖鱼的条的啦，哎呦，我安可全成条啦。两个对了，见好就收。好，谢谢。基本上你们叫完怎么跳呀？对啊。啊！
谢我们再次掌声谢谢我们的学生青年会哈，我们谢谢谢谢他们今天精彩的表演，谢谢谢谢。那在我们教会啊，我们教会常常在说，我们歌咏唱歌是祈祷的两倍力量。那这一次，我们现在就要来邀请我们的万金圣母圣殿，我们的圣咏团来为我们带来两首歌曲。掌声欢迎我们圣咏团。
掌声再次谢谢，欢迎我们的盛咏团。请盛咏团留步啊，我们要做最后的大合照了。那接下来请我们与会的来宾，所有来宾们那上台，我们接下来做一个最后的活动的大合照。我们邀请我们的李成富及我们的特助，然后我们的秘书及我们的理事长站到我们的台上。或者是走路的时候都要小心一点，因为我们的天。